志成国小原先规划的时候啊，其实它的基地很小嘛，但是我们是把它做成一个合院的形式啊，建筑比较临着奥平溪啊，那一进去就是看起来比较开阔。那尤其入口进来之后是一个很陡的斜坡进来，而且很窄。那进来之后，我们就是在上人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指示哦，说校园规划就是要让学生走正门、走大道哦。那整个校园的这个形体上来讲，也就一层、二层，然后再加上水塔的这个高低的变化，就形成了一个很高低错落、量体很相当优美的一个学校。以前刚种的那个小矮小的这个台湾栾树啊，现在已经长大成林了哈，而且小朋友给我们演奏了感恩的心哦，真的是心境很冲动，很冲动。回来之后，我真的很想赶快绕校园一圈哦，再看一遍小而美的校园哦，真的是很温馨的、啊、那。一进来之后，可以讲到是很多影像哦，都无限的回忆在脑袋里面哦，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。这个也看到自己的孩子长大了。那建筑师，我们就过去看一下我们的校歌跟校庙。特别的就是走廊也有座椅啊，哎，对，又有座椅，啊、因为你有说家长来宾来就可以坐在外面。对，那是胡顺明老师特别设计的校歌跟校徽啊。大师来，我一定要把握那个机会，所以我赶快找他帮我们设计校徽，帮我们写校歌。那真的很爽快答应。哎，对对，他就答应了啊。跟来宾介绍说好，来自成国小，转角可以遇见大师。嗯，对。那这样要怎么办？继续加油。我们已经推行两年，是每一年都是从第一篇开始背，一直重复背这样子。我还是没有背好了，我就是鼓励这样子，不要打坏他的学习的兴致。啊，因为要看电影啊，还是看歌戏哦，拢先人哦，拢会排一个葫芦嘛，葫芦会放剑光哦。葫芦内底有真侪宝藏哦，它变出真侪物啊出来哦。啊，我个隐喻在我设计学校的时候啊，我就是把葫芦啊当成一个 logo 哈，形容说
那个葫芦里面有很多宝藏哦，等待年轻子弟去挖掘了。这个校园比刚盖完的时候还更好，更美，因为树长大了，然后人也更亲切了，那学生使用的那个温馨的气氛哦，那个氛围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。那我想如果看到小朋友的活动啊，应该也可以由他们的脸庞的笑容啊，应该可以更深一层的感受到。每一个孩子一年级到六年级当中啊，其实你在学校的时间比在家里的时间还长，所以最重要的是学校那个空间呢，有那个家的感觉。在这个学校，老师他们都很照顾我。我毕业我会很难过，因为老师他们都对我很好。老师他们如果看到我们没有写功课，就会盯着我们把功课写完。然后放学之后还会牺牲自己的时间来陪我们。我是觉得说，在这个小学校，真的就是像一个大家庭，彼此都会帮忙，然后有什么事情大家一起做。心里是真的很激动啊，那个20年了。我想它真的会成为千年百年的一个建筑。